美国的彼得雷乌斯将军担任北约驻阿富汗联军指挥官一年之后，正式将联军指挥权移交给他的继任者，美国将军约翰艾伦。另外，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高级助手可汗以及乌鲁兹金省议员雅坦雅尔星期日在首都喀布尔一次的袭击当中被杀。当时两个身穿着自杀式炸弹背心的男子袭击了可汗在喀布尔西城卡特查尔区的住所。